一会儿呢你就正常飞，让我看看空中第一视角啥样。没问题。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，冬天哥斯拉他们在外面放风，总担心会被冻着。网友建议我建个阳光房。哎，要不咋说出主意这块还得是网友呢，不就是阳光房吗？没问题。咱们现在把绿植给瞬移进来啊。行了，这回你可以随便飞了，看看感觉怎么样？这比外头还好看。是啊，这样不管外面刮风降温还是下雨都不会把你冻着了。这个是给你的，万一你冻着就喝999感冒灵吧。你比感冒灵还灵呢。一会儿呢你就正常飞，让我看看空中第一视角啥样。没问题。辛苦了，拍特别好啊。那是必须的。